算呢，重点。油的，是它很油。结论没事，别买这鬼东西。可是它真的有出的哎。善哦，他感觉根本就没有剪了，他就为了让他看起来很大，然后就直接帮我剪他了，是不是？好短呢，重点。他的皮，看到吗？还是黏黏的。不知道是不是降价了？我这样买这两个就是。鱿鱼跟超大鸡排两个300多，还是没有增加，398，还蛮贵的。看，它超油的，是它很油，第一次吃到。这么油的鸡排，这我吃过最油的哎，我真的不行哎，因为我吃到很多油，我就开始想吐了。结论没事，别买这鬼东西。那首先呢，它这个有争议的就是鸡腿嘛，是这个的鸡腿吗？这个对不对？看起来，哦。好，我们就邀请到我们第一位试吃的那个摄影机跟着我们，哦。来，我们邀请到我们最会吃的，哦，美食公道犬，好不好？哎，狗都不吃，狗都不吃。我们的熊宝宝，熊宝宝，坐好，坐下。熊宝宝坐下。好，我们就看我们的熊宝宝，熊宝宝，你吃完跟宝宝讲好不好吃，好不好？炒派，好不好？来。小美食，你赶快吃。接下来，还要吃吗？还要吗？再给你一块。第一个论点叫狗都不吃，不会，妈熊，再一块好不好？我妈熊会吃啊，大家可以看到超派这么多啊，这么多。那我接下来讲哦，我们本来要付钱，但是呢，后来被抓包，因为我们订太多了，本来他没有办法出给我们，无奈之下只好说我们是馆长团队，他们才愿意买，因为我们订太多了。然后呢，他就硬不收钱。我没办法，我们真的要给钱，他们不收钱。那我们这边还是感谢超哥啦，感谢文哥啦，哦。但是我跟你们真的不认识，我们真的是后来你们不卖我们嘛，后来没办法，我们说啊，我真的要是我啦，哈哈，是我啦，我要吃啦。他们才说啊不收钱，这样子啊敢给我们这样。那我今天会当然会做，我们今天这个是很多员工大家一起吃的，哦，所以待会我们也会随机采访员工，不要说我的意见为意见啦，哦。那当然他们过来40分钟了。所以我们待会要评价的部分哦，大家要扣40分钟的时间，可能没那么输，好不好？那首先呢，它这个有争议的就是鸡腿嘛，是这个的鸡腿吗？这个对不对？看起来，哦，好，我们就邀请到我们第一位试吃的那个摄影机跟着我们，哦，来，我们邀请到我们最会吃的，哦，美食公道犬，
好不好？哎，狗都不吃，狗都不吃。我们的熊宝宝，熊宝宝，坐好，坐下，坐下。熊宝宝坐下。好，我们就看我们的熊宝宝，熊宝宝，熊宝宝。你吃完跟爸爸讲好不好吃，好不好？炒派，好不好？来。小美吃，你赶快吃。还要吃吗？还要吗？再给你一块。第一个论点叫狗都不吃，不会，我们阿雄。嗯，再一块好不好？我们阿雄会吃啊，再就我吃了。哦，它有这个酱，蜂蜜芥末，蜂蜜。嗯，这个是蔬菜棒吗？先来个菜，先来个菜。嗯。好吃耶，这个好吃，我喜欢吃的。我说实在话，他这个鸡肉不柴。我说实在话，他说用温体鸡做的，吃起来感觉的确像温体鸡，因为而且它粉没有很多，没啥混啊。深海大鱿鱼耶，很大耶。也是好吃啊，它这个炸鱿鱼哦，它好吃的点在，我真的没有吹，因为外面炸鱿鱼比较小，有时候会太干，炸得太干很硬，它这个不会，它这个嫩骨的油，为什么会难吃啊？其实我觉得这一盒那个这种，它粗嘞。都不是边角。我以前呐、啊、做串烧店的时候，我们有进过一根，这叫鱿鱼角，没修。十年前都没修啊，现在肯定，一再进一个量啦。它这个应该进一个很大的量。其实我们拿到脸旁边比一下那个大小，应该是，哇，真的蛮大的。你有看这有赖这打火机吗？你看这粗。接下来是这个炸鸡桶。我们先，我喜欢吃鸡翅，二姐，它是二姐嘛，辣椒粉，那、这个炸鸡哦，可能是因为我们从台北西门町再回来，你们刚刚开车开了多久？五十分钟，所以我觉得它这个粉有点冷掉，冷掉了。实话实说，我觉得这个就比刚刚的鸡块，比刚刚的鱿鱼差一点。但是呢，因为五十分钟，鸡排，好，鸡排。好，我就掰一口哦。就鸡排也没有很差，就应该是说，实话实说，就像你吃那个派克鸡排，它是那种皮比较面粉裹比较多的派克酥酥的那样。嗯，这个刚炸出来应该是不错，但是因为五十分钟还是有点热啊。但是我就说了嘛，没有很酥，因为冷掉了，有点受潮。为什么叫红白鸡排啊？它的面皮不一样，不一样，一个比较像面粉，它这个比较甜甜口，对，比较甜口。好，再来。
那我一定喜欢薄脆的。好，一样就一块起来。哇，这个好，这个比较烫，这个比较烫。我比较喜欢吃这个，对，这个还很烫。嗯，我比较喜欢吃这个，这个味道比较好。嗯，你问我，因为台湾的鸡排真的很多，我也吃了很多鸡排。当然，台湾鸡排很多都不难吃啊。我觉得它就是在内馅，它的东西就是内馅的，就是 OK 啊，就是 OK 的内馅。你说多好吃，我实在是不会评价。但是你说我会不会吃，我会不会买来吃，我会买来吃。因为它就是跟一般外面的鸡排，好吃的那种鸡排店差不多了啦，没有什么差别。结论就是不难吃啊。那你说很好很好很好吃吗？我首推就是这个东西。这家贵了。